情了，你知道吗 ？I feel so bad。你知道吗？我知道这边一定有一些人是可能知道东城卫来表演，那可能原本就支持东城卫的人来这边，有没有？有，对。但是你知道重点是什么吗？重点是今天又不是东城卫的签唱会，所以你知道我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嗨嘛。当然来到这里，不要只是内心澎湃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却不敢晃动一下。内心澎湃，常在家里坐在电脑前面就很澎湃了。不是，那你内心澎湃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能够互动一下，好不好？所以最简单的互动，我教大家几招啊。当然知道，快歌，像刚刚那是快歌吧？哎，算是快歌吗？其实互动很简单啦，就 maybe 可能譬如说，哎，我到这边，然后跟大家说，哎，你不要把手借给我， maybe 大家是手动一动，哎，对，你可能不知道比什么手势，那都没关系，或者是可能跟我点个头，哎，嗨一下，对对对。第一招就是把手举起来。对对，哎，大家跟我一起做，来把手举起来，对吗？为什么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你来到贵宝地了，对不对？那干嘛要这样子站在那边发呆呢？何必嘛，对不对？大家把手举起来，嗨歌的时候举起来。你不知道举什么手势，就把手握拳头，千万不要比出中山娘就好。哦，不要比错，有的 rock 比错，我在台上我很尴尬，好不好？大家就是。只要能够，不一定要多融入嘛，好不好？经过民众，大家都可以一起来，感受你那音乐气氛嘛，就附和一下，对不对？那我算我求你嘛，我相信很多路过，什么赶紧给他拜托起来，然后相信很多路过的乡亲父老们，就是大家可能还不晓得在台上这四位在干嘛，对不对？或是谁这样？我们不是飞轮海哦。对，我们来介绍一下吧。我们是玩文，我们是一个很纯的摇滚团体。可能有些人听过东城卫，或可能是在综艺节目上，或是在戏剧上。但其实我们是一个很纯粹的乐团，摇滚乐团。那我们来自我介绍，大家好，我是贝斯手邓。哎，这首歌《全家跟泡泡》更。好，下一位。这就是个很棒的互动嘛，因为你知道就是要捧场，对不对？这团不是只有我啊，谢谢。好好好，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吉他手，我是叫修。哎，这感觉就很好，人气超高的，哇！这没有人气，我画的就要多。我都还要用球的。好，来来来，那你拜托一下大家，请救我们一下，你是哪位？大家好，我是东城卫主唱界 ，Hello。好了，来来来，核心人物后面有一个隐形的黑衣人，你是来维系的吗？来，当然不是，我坐在后面也是很努力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东城卫的鼓手明。这很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我看到前一个乐团是回声乐团吗？他们也很棒，而且他们鼓手是女生哎，我整个吓到，你知道吗？我整个吓到了，好厉害，我觉得好厉害。对。因为我一开始在后台的时候，我不知道那个女孩子。这个要说清楚哎，吓到跟吓到不一样。不是，就是被迷惑到。我觉得，因为在后台的时候是女生，我没有想过女生是鼓手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知道摇滚这个真的是，这个一上来打鼓下去，知道音乐无国界也无性别啊，真的。真的。打鼓那一刹那真是又美美呆了又帅这样。所以待会接下来是一首。东城卫八月三号出的《Wake Me Up》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抒情歌曲，对对对，好，有的很多朋友知道，那但是没有关系，我知道还是有很多很多朋友，不认识东城卫，也还没听过东城卫的歌，因为东城卫可能没有很多预算在打歌，但是 OK 的，我们现场表演给你看，抒情的歌曲。最简单的互动，大家就可以把手举起来，那如果有会唱的朋友们，就唱大声一点，好不好？那不会唱的朋友们，就是把手举起来，好不好？轻轻的挥动，好不好？为你们带来这一首什么歌曲？我知道很少人知道，可以再大声一点，让所有人知道吗？什么歌曲？谢谢。